Hello， 大家好！难得我们明星键盘手来到外面呢。今天这个球池就是一个网美专用的球池。我先跟你们预告，等一下会有大来宾出现。因为我跟你讲，按照我们这种大牌的程度，我们是不随便出门的。可是呢，因为今天的来宾非常大咖，我们已经统计过，就是2018年最多人看的一集来宾，从来没有那么多人看过。那支影片跑了快50万呢，拜托！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他们特别来到了 ATT 广场这边的。三星哦，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叫什么？来完整念给你听，叫做 Samsung Galaxy S9 Plus 的金色潮玩派对。这边非常适合网美。我们来看一下旁边有多少美丽的地方。除了这个球池呢是可以拍慢动作以外呢，旁边你们拍到的是虚拟人偶。虚拟人偶呢就可以透过你的人看着那个机器，然后呢它可以直接帮你变成虚拟公仔，然后你想变成谁就变成谁。在旁边再拍到的呢就是我们的暗房体验区。暗房体验区呢，你进去之后呢，你可以用三星的手机来试。S9 Plus 可以直接拍到 1.5 的超大光圈，什么都可以拍得非常清楚哦。然后在旁边呢，可以体验它的双喇叭超清楚。外面就是现在下雨的地方呢，还可以拍到一些，例如说网美的打卡墙啊，像是冲浪区啊，或者是夏日风景体验区。这整个就是呢，欢迎大家来体验。从今天下午的2点开始，到礼拜天晚上10点，这3天我们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就是你们可以来这边拍照跟我们分享。然后来到这边第一件事情呢，除了拍照以外呢，你要先索取你的体验卡。体验卡呢，上面会有非常多盖章的地方。如果说你完成体验的话，你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礼物哦。我来一个一个念给你们听。例如说呢，你可以马上拿到 KKBus 的7天的续号，还有呢 Let's Go 的棉花糖一支，还可以抽无线蓝牙喇叭。当然呢，还有更多机会拿到其他的奖品。那讲了这么多呢，我们要马上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喽。我们来欢迎丰田跟明杰。大家好，我是丰田。大家好，我是明杰。我们来到了 Samsung Galaxy S9 Plus 的金色潮玩派对。对，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卡片，就是我们要过关体验完成的。对。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Samsung Galaxy S9 Plus 陈希金，好不好？陈希金吗？对，最新的配色只有 S9 Plus 才有，以前从来没有出过、哦。非常时尚的配色，好不好？跟我们现在身上的 bling bling 都是。所以今天你们身上有带一些金色的配件，对不对？Jesco 啊，谁跟你玩 Jesco 啊？要带金色的东西。可是今天的我们的挑战没有这么简单哦，等于说明杰一队，丰田一队，然后呢整个要 PK 了，对，挑战结束之后，没有，可是有黄连肉粽，没有，你知道丰田从那天结束之后，再也没有吃过蛋哎，丰田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过得 OK， 很多人跟我说那个上礼拜的那个，很多人说他有看到影片，啊、然后嘞，就是。好可怜啊！可是我们很可爱吗？那个就好笑的。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好奇哎、欸，因为今天又下雨了，不晓得丰田的内裤干了没啊？我今天也没有穿。那可以看吗？可以啊。喂！我跟你，如果想要看到丰田真的没穿内裤，你可以拿 S9 Plus 的超大光圈进来拍哦，看一下它里面的暗房，深夜更清晰。它里面的暗房的那个哇，超大光圈，一清二楚，超清楚。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是慢动作摄影，就是你里面可以慢慢这样晃过去，整个慢动作拿来这样用的，对啊，这 S9 Plus 的功能非常多啦。然后呢，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跟我们玩游戏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留言，你只要随便讲出一个功能，我们会抽出3个超好的礼物。这个是三星跟施华洛世奇合作的护照套，很好看哎，很少人会找施华洛世奇合作这么大的护照套，对啊，然后上面整个 bling bling 镶钻的，你一拿出来海关可能还想偷，海关说还你护照套给我，这样直接偷走。所以呢，今天我们会抽出3个幸运的观众，你只要留言告诉我们 S9 Plus 到底有什么功能那么厉害。刚都有讲哦。对，好，接下来呢，明杰跟丰田要准备来分队了。OK， 你们先，你们一个，我们不就是一个人一队吗？不是，我们要找民众。找民众。对，好，我们先来随便找。对，我们是一人先找一个民众，好，我们先请丰田出发。丰田，你要找谁？他们很激动。好，来来来来来。谁想要飞我？
那是。好，我们来访问他一下。你该不会是七夕吧？不是，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要怎么称呼你？美军。美军。美军。最喜欢丰田。超喜欢丰田的。哇。最喜欢的手机是？三星的手机。可以啊，可以啊，反正大主题对就好。对对对，好，那换明杰来找人了。OK， 那你就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刚刚好一个人一个，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维尼。维尼，哎，最喜欢什么手机？三星。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加入这一队，就变成是你就是美军的敌人了。OK，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他们还没有说，他们根本不认识。哦，真的？他们只是站在。小鹿，你比较容易被抓到啊。好，那我们第一关就是来挑战三星手机 S9 Plus 搭了新功能，是慢动作摄影。嗯，然后呢，旁边有个漂亮的球池，我们就请我们的网帅明杰跟丰田轮流进去。然后你们进去，你们只能玩一遍哦，就是你们把那个球抛起来，然后下来，然后请我们的同事，就是能不能用S9 Plus 的手机拍出来那个球慢慢掉下来的那个瞬间。如果成功拍了就会赢，球最多的在画面中的就获胜。对。人家在半空中，但慢慢掉下来了。可以等于说你们能抛多少也是关键。可是他如果你抛了一大堆，一个都拍不起来，但也没用，好不好？就是等于说要互相帮助啦。交给你了，我会加油。然后今天是真的有惩罚，我们会有三关，最输的人就要喝完一整杯的苦茶。好，只要不是鸡蛋跟黄连都没有关系。好。而且丰田这次特别把头发弄得湿湿，就是怕又被打鸡蛋，看得比较看不出来。先弄湿。对，所以先弄湿。好，那我们明杰先好了。好，来麦克风我帮你拿。现在呢，我们来挑战的第一关就是呢超慢动作摄影。然后明杰的伙伴叫维尼嘛，对不对？好，手机拿好了吗？来来，打开慢动作摄影，然后呢设定，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是 S9 Plus 的功能，这是画面，然后呢你直接选慢动作摄影，然后呢它等一下呢，就它抛球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瞬间，然后呢你就能够把它录下来，就把它录下来，然后呢就它是一段小录影啊，然后它会侦测到里面的慢动作，如果说你可以抛到那种慢动作的瞬间，你就是赢了。然后我们会计算说这些球在空中到底有几颗，看谁的分数比较高啊。只能说对啊，只能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呢，明杰的鞋子蛮难脱的啊。耶。没关系，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啦，好不好？因为他这个直播总共就是他脱鞋脱多久，我们就播多久。对，给他一点压力，给他一点压力。OK， 慢慢来，慢慢来。哎，这个时间呢，我看明杰只能说他是非常的称职，就是从慢动作摄影开始，就直接慢动作脱鞋，整个人慢动作脱鞋。好，再给他一点时间。快来！而且呢，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体验屋呢，我们从今天开始2点到晚上10点，连续3天都会在这边金色潮玩派对。你可以随时经过来这边拍一些美照，然后呢，获得这个闯关卡就可以拿到礼物了。里面有 KK Bus 的体验序号，还有棉花糖，还有可以抽喇叭。好，明杰已经脱好鞋了，准备进去这个王美球池了。嗨，他，你先进去。好，我们信心喊话一下，跟你的队友们，叫他帮你加油一下。没事没事，哥哥怎么拍都好看，你随意拍就行了。好啊，好。明杰准备好了。准备了。我刚才只能一遍哦。你已经学会了吗？慢动作摄影。应该。好，那么练习一遍。我们先练习一遍。三星 Galaxy S9 Plus 简单又好学，来，等我一下。好。按录影就好，对吗？好哦。好，来练习一遍，1、2、3。嘿。等等。好，我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维尼，对不对？我看一下。好，看一下维尼刚刚拍的效果怎么样？好，顺便给镜头看，允许。好，第看第二遍。哦，整个大失败。他唯一成功的只有你的手是这样慢动作下来的。好，所以现在你就比刚刚那个实力点，你再稍微往前一点，往前找一点就可以。OK OK， 我知道了。好，你 OK 了吗？正式来喽。他现在拿的是 S9 Plus 的橙样金，这只有新款才有颜色哦。等于这个橙样金非常的漂亮哦。还好。要用苦茶洗澡哦。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给他喊，给他喊。来抛抛抛抛，可以开始了，开始。你数三二一好不好？3、2、1，开始。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维尼拍的怎么样。哎呦，我好紧张。来给镜头看。前面没有，他后面的慢动作哦。按取消。好，开始播。前面是没有的。对。
慢动作要来了。哇！哦，要要要要要！哇！看到我们再给镜头看一遍，哎、欸，大成功哎、欸！你怎么突然进步那么多啊？因为刚刚有人在我耳边说，要等一下，等一下。你看，来来来来了，这个是王美最喜欢拍的那种慢动作，你等于说直接传到 IG 上最漂亮。好，有没有？刚刚大成功，那我们来先计算一下在空中的那个球数到底有几颗，好不好？好啊好啊，很多哎、欸，很多很多，超棒的。我们有希望的。对，因为如果你是把抛下来的那一刻就没办法，等于说从先踩那颗开始变慢的话，我们的球一定会是最多的。好，我来数一下啊。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五。好多、哦，加油！好多、哦，我跟你讲，美军他现在已经去找店员了。他偷练，他跟我说，帮你拿苦茶过来了。他们说这个 S 9 Plus 要怎么用？好，来来来，准备好了吗？我们对，好。有吗？有那个吗？有，来来来，我们好，准备来哦。好的。好，丰田准备进去喽。现在呢换丰田了，没有办法，丰田今天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没穿内裤。真的没有，你干嘛没事不穿内裤啊？他已经习惯不穿了。好，你教育你跟你的队友信心喊话一下。哎、欸，美娟，你 OK 吗 ？OK OK OK。他很有信心的样子。我相信你哦。好了，先给你们练习一遍好不好？你们先练习一遍。好，来三二一。你只能泡一遍，你知道吗？正在放一遍，对，不然明天玩那么久。你要遵守规则，遵守规则。好，你刚刚有拍到吗？有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他刚刚练习的感觉怎么样。来看一下哦。他真正慢的是哪一段？哦，他刚刚没有用到慢动作啦。哎，美娟。哎。你帮他切换一下，我跟你讲，他刚刚根本他连练习都没练习到。我会找他一下，我们培养默契，培养默契，没事没事。他连那个慢动作都没切换过去，那不然就给他一遍啦。啊，这个还有机会，至少让他练习到那个超慢动作摄影怎么拍，好不好？好，来来来，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超慢动作摄影啊，等于说每秒可以拍摄960个慢动作的 HD 影片，对。然后呢，他等于说陷阱区自动捕捉，他可以知道哪边是他想拍的东西。哦，好的，他本身就是个 IG 网美的摄影师，他可以直接帮你重复，它有智能呢、啊，里面还会重复播放，然后呢，或者是你要倒转或旋转都可以，啊，制作 GIF 导，很方便，可以传给朋友炫耀。好，以后脸书就用它，我们讲那么多是为什么？是因为美军还没学好，美军，好，啊，找了就好了，来了，好，来，我们先让丰田再练一遍，好不好？好，来，没穿内裤的丰田准备好了，三，小心啊，一。有成功吗？看一下，没有。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军已经练习第二遍拍摄的成果怎么样啊？啊、哦，有有有。有哦。哦，有有有。好，这次练习哦，记住这种感觉哦。我们要正式来了、哦。有成功了。他刚刚有成功了，可是我看问题是刚刚明显明杰抛的比较多、哦，真的，你也很关键哦。好，准备好了、哦。哎哎，美军，你要喊，你喊三二一，他再跑，好不好？这规矩一下。准备好，来。三二一。我看明丰田抛那么少、欸，哎，失败了。你是不是一看就知道他抛太少？对，他抛太少了。上节是漂不漂亮啊？有了，头发很漂亮啦。好，来播放。有没有？这都没有抛起来啊。对，你抛的很少。其实他。美军是拍成功的啦，好，就我第二代很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六十七八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差两个啦。
讲到你的脸哪里漂亮。好，这是美军拍的。其实我们算险胜啊。对，可是那明显来说，明姐是抛的好看很多了，那等于说又在下面，然后又有拍到那种完美的感觉。所以许王美已经拿到第一胜，好不好？对，好啊，整个大失败。丰田王美还有机会，还有机会。那我现在给你一张贴纸 ，OK， 就是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哎、欸，我的过关卡在哪里？来这边，没关系，你就贴身上吧。好，我看一下哦。可以。哦，不好意思，这个金币不用粘上去啦。啊，打开是 ET Today 的 logo。喂，这个大家不用贴啦，就是给你而已。你到底先蕊好了。什么都没蕊上，就这个没蕊到。我以为要贴上去啊，不用贴，不用贴，你就刷一个就好。好，我们准备去第二关，第二关。Okay. 我们刚刚看到虚拟人偶区。哎，该不会这个上面就是丰田吧？哎，这个人怎么好像你啊？这就是我先拍了自己啦，长得很像变态这个人，真的很像哎，我变态。等一下，哦，为什么丰田？你可以学一下的脸吗？学一下，是不是一模一样吧？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一段要挑战的是现在网络上最流行的加演舞，因为之前其实有非常多的网红在网络上已经挑战过这个了。然后呢，现在换你们来挑战。OK， 那我们首先呢，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先请丰田来，因为里面这个人就是他嘛。嗯哼。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放一段音乐，然后呢，看一下这个加演舞跳的怎么样，由我来担任这个节目评审。有、哎。好，摸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长得好像丰田哦。这样好，我们重新让他侦测一次好了，好好，这样让观众看一下我们要怎么让他这个虚拟人偶做出来。好，好，我们重来一次，重来一次。那我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建议。嗯，好，然后请丰田的部分再帮我对到脸上。好，等于说丰田呢，他就可以直接拍照，我们可以拍这个大荧幕就可以看到。对，那这边的话，对我帮丰田这边选男性的这个，嗯、男生的脸，对，他会开始去侦测。侦测丰田的五官。现在看到就是 S9 Plus 的最新功能，它就是虚拟人偶。好、哦哦，这边的话就是真的。对对对。丰田，你就长这样。那你要这种的还是这种？它有两种的。这个的。好。那丰田这边可以选择它的发型跟配件，你可以挑选一个。发型哦，对，看一下。好、oh, ，这个是男生的发型，有像有像，这个很像。这个，然后上面可以调那个发色，也可以调发色。哦、oh, ，选一个最像丰田的，来来来，偏黑，对，黑色，黑色，这个好了，好。好，下方配件有没有要戴个眼镜？眼镜，对，眼镜，这好像变态了，天哪！啊，请问一下，也不要戴了，真的很像变态。这个虚拟人偶要选内裤吗？不要戴。后面可以选服装。哦，可以选内裤。那啊，怎样看起来比较像没穿内裤？给丰田挑一个。等一下，穿着的样子。好。丰田，你挑一件你身的衣服啦。哦，这个哎、欸，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哎、欸，请网友帮你截个图好了，来来。勾选而已，一模一样。那我这边帮丰田储存哈。他笑起来好讨厌。一模一样，笑起来好讨厌啊。丰田笑起来有那么讨人厌吗？你学一下好不好？好，就有做出了丰田的。好，那我们请丰田准备来挑战那个扎眼舞了。这边，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动作。对。丰田，你看一下他，你看一下他。丰田，你后退一点，后退一点。好，最后一遍哦。好，音乐结束，我们把这段录起来。对，按键就可以。对，然后这边就可以。我们可以在大荧幕上播放，对不对？收到光点刚刚的影片。哦。对，就可以看到。现在就是看到虚拟人偶的功能，它可以直接让真正的脸型变成你个人的 GIF。你的人长得真的超讨厌。而且你看你的嘴巴，好好笑、喔，真的很像哎，真的。好，我们先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的话，明杰来挑战。好啊。可是呢，其实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呢，它不一定要变成你的脸。哎。是它可以，例如说变成米奇老鼠或米妮老鼠。可是你在五官动的时候，它会跟着你的五官动。哇。等于说，明杰可以瞬间变成里面的人。你想宣称哪？选哪一个？你要当。还是唐老鸭？唐老鸭。啊，那唐老鸭好了，唐老鸭好，
到这边，然后对到就会变成。好，来来来。唐老鸭的样子。哎，等一下，好，我们先看明杰，如果嘴巴张开，唐老鸭嘴巴也会张开。哦，要，就是等于说你的五官是可以控制这个唐老鸭的五官了。好，我们再往里面一点点，我们给镜头看。好，我们等这个音乐。对对，好，刚刚这边一样按红色这个录制键就可以开始。好，准备来了。黄色这个，黄色这个。好，预备，开始。好，对对对，二三，开始。好，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跳。哎，五官要动，五官要动。哦，嘴巴张开了，没唐老鸭嘴巴一张开，眼睛都不见了。哇，真的很动。我的头好像可以再动大一点。哦，有，脖子好，很好，这个好。结束了 ，OK 吗 ？OK， 对 ，OK， 好，看一下，对，那我们可以好，我们来播放一下，播放一下，蛮可爱的。看唐老鸭有没有跳出那种 break it down 的感觉。我看你有点生气啊，不太开心。先爱吧。好难呢、啊，其实。OK， 哎，哎呦，我的比你可爱很多哎，怎么办？好，那我们请那个工作人员来为我们选出到底谁跳的比较好。唐老鸭可爱还是丰田可爱？来来来，我们来做个决定。我觉得，因为这个迪士尼的 AR 人偶是我们的新功能，嗯，对。那我选择的是就是唐老鸭的部分。哇，对所以明杰现在已经算是过了两关了。什么东西、啊？没有，丰田，就是丰田，丰田，你也知道你刚那个人偶看起来真的变态变态了。对、啊。下次你要玩，你就选迪士尼来玩，就不要扫描自己的脸了。根本赢不了迪士尼。好，我在双口袋拿出一个加分的贴纸啊！拿来哦，我也自己拿贴纸吗？啊，不是贴纸，我给你的机会，小徽章。好，我们现在明姐已经过两关了， okay. 我们要去第三关。那现在确定的就是丰田和苦茶了。那苦茶是美军去买的。现在我们要进入的就是呢，这边是 S9 Plus 的超暗的暗房体验区。哇！你们不要以为你这边很亮，是因为我们摄影机的光。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挑战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手机放在这边，然后呢，用它的闪光灯功能自拍。哦。然后呢，谁可以把你的脸拍得最清楚的话，就获胜。我们这个东西要证明这个 Galaxy S9 的这个超大光圈。对，而且我跟你讲，它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它在夜晚里面拍得比肉眼还清楚，没有在浮夸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机的功能。然后呢，右边是旧款的三星手机，然后左边是新的 S9 的功能。然后呢，我们现在开这个闪光灯，你看得到吗？好，我们开这个闪光灯，然后呢，你可以转过来拍，我看一下哦，转过来自拍。好，哦，按错了，一直测试找啊，这边。好，你看哦，现在几乎是看不到，对不对？对。然后呢，这样，耶。哦，忘了开闪光，再开一次，啊！好，开了闪光灯之后呢，来你看一下，完全没有打开。虽然说我的表情就摆好了，可是确实它在黑暗中是可以拍到那么亮的，好不好？对不对？就是亮到爆的这样。非常清楚。好，真的很清楚。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来让丰田跟敏捷一人拍一张，看谁可以在这个黑暗中拍出最漂亮的自拍，然后呢拍得出比肉眼还亮。OK， 好，那我们先开始哦。好，来来，准备喽，我帮你调到拍照的地方。好。然后呢，我们开这个好，摇了，我们离开那个地方。我们现在是明杰来挑战第一张照片。那虽然说这个我们运动家精神还是得玩玩啦，可是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啊，不管输赢。好，我们来挑一下它，因为它里面其实还是可以定时的。对，我要定时。然后如果说呢，你是这三天只要来参加这个金色潮玩派对，你一定会非常喜欢这个暗房，因为呢它有冷气。五秒就好。来，明杰准备好喽！来喽，摆一个帅的 pose。你看，现在等于说有没有阳明山约会的感觉？哎，啊，拍了吗？没有，刚借了一个人过，等一下，看一下下。哇，再一张，好，再一张，亮哦！对，因为刚刚那个。我看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暗房什么都拍不到，我们等一下可以立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Samsung Galaxy S9 Plus 拍出来的。我们连你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拍得到。对，不用害怕，就为我们是拍得更清楚，不是拍到你拍不到的东西，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明杰拍的怎么样。
面，例如说你去阳明山猫空看夜景，你用 S9 Plus 夜拍功能的超大光圈，这么清楚哎、欸，这个真的是超大光圈、欸。这基本上别的手机必须要旁边一个拿手电筒照着才有办法拍。对，好，我觉得不错，再来换丰田。好，来来来，丰田准备好了，我们有自拍模式的，你应该可以试试看。来，我们丰田摆出一个最不像变态的 pose。最不像变态，对，正常的。我觉得最像变态，好，这样子最像。三二，各位观众，黑暗中的变态，各位观众，看到鬼了，而且好清楚哦，哇塞，太清楚了吧，观众，这边开放给观众截图。好，来这张开放粉丝截图，我们上传 IG tag 丰田，好吧？我们再给他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好，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五、四、三、二、一。然后大家可以上传到 IG tag 丰田，写下你最像鬼的一句话。然后我们不会送你这个四号肉是骑的这个护照套的。对，就是今天你只要随便讲出一个三线功能，你就可以抽到四号肉是骑的护照套。那呢，这两张照片，因为明杰是帅的，丰田是比较可爱一点的。哎、由我来判定，就是呢，算是丰田赢了啦。OK 啊，可是会三战两胜了。对，赢这块也没用了。你好贱！那外面有个加分题啊，加分题啊！如果外面有你们的粉丝已经来到这边了，欸、喊说“明星键盘手，我爱丰田，我最爱三星手机”，那、就可以帮你们加分哦。我们出去之前呢，来，我给你一个小徽章，好，小徽章。好，我们准备在外面看一下有没有你们的粉丝来喽。来，好，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我们体验完那个暗房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管是在阳明山或是猫空，你只要跟你喜欢的约会，都可以拍出你喜欢的照片，真的光圈都是这么的漂亮，完全不需要害怕太暗这件事情。好，现在是加分题的时间，请问有丰田跟明杰的粉丝在现场吗？哎，要要要，好，来你先来，来麦克风给你，请问你是谁的粉丝呢？我是明杰的粉丝。你是明杰的粉丝，那你要喊出个通关密语，对不对？嗯。如果你喊出来了，很大声，就算是有加分。有很大声哦。对，好，三、二、一，明星键盘手，我爱明杰 S9 够帅。对吗？有啦有啦，而且我看最尴尬的是他的够帅，还不是够帅那个够帅，是够的，是金色的。够帅。对，就是他是新的颜色 ，S9 Plus 的金色。好。OK， 算是过关了。好，好，有丰田的粉丝吗？好，来来，这个丰田粉丝年纪稍大。喂喂，好，来来好。你有什么话要跟丰田说吗？我们喊出我们通关密语。通关密语是不是啊、明星键盘手。等一下，我还绕高的。我有点感冒，有点感冒。明星键盘手，然后我爱丰田 ，Galaxy S9 够丰田。哇！好，算是过关了，那你们可以一人拿到一个棉花糖， yeah. 棉花糖送给你们的。好了，等于说你们其实只要假日来这个派对体验，也有机会拿到棉花糖。棉花糖上来。但是刚刚没有时间呢，我赶紧棉花糖拿一拿，我要下去吃。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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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整个体验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自己骗人，你说上来加分，叫他们上来拿棉花糖，我们的棉花糖呢？不是，因为棉花糖不是重点，哦、不是重点，苦茶。哦，苦茶，苦茶。因为我们先吃的这个甜的没有意义啊。对啊，对啊。好吧，棉花糖还是没有味道。棉花糖就送给他们了，外面下那么大雨。好，那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的第一关是完美拍照区，就是我们使用了那个超慢动作摄影。没错。这一关是明杰赢了，因为还有35颗球。然后第二关呢是 S9 Plus 的新功能是 AR 体验区，它是虚拟人偶。唐老鸭明杰获胜了，所以呢，明杰已经获得两关了。然后到第三关是我们暗房体验区，这个暗房呢，我们利用了 S9 Plus 的超大光圈拍出来的是明杰获胜了，不是讲错了，我啦，丰田获胜了。那因为刚刚外面的加分题是一人一题，那等于说我们又平手了。那我们经过评审的严密计算，这样算下来之后呢，明杰。如果丰田把外面的裤子脱掉，可以就加分吗？可以可以可以。如果把外面的裤子脱掉，苦差我哈。你想一下，给你三秒想一下。等一下。没事，我没有内裤啊，没有关系，不用怕啦。所以我脱裤子就，等一下，这样子我的人生毁了。可是喝苦差有可能留下更丑的画面哦，因为你脱裤子有可能是雄伟的。因为我脱裤子也没有到很好看。我看如果你脱裤子旁边的。
人全部都会拿 S9 Plus 拍下那个超慢动作的，超慢动作，然后超大光圈，然后虚拟，你马上拉起来也来不及，那个画面都很清楚，整个虚拟人偶唐老鸭这样，哇，虚拟人偶，哎呀，就是这样子。好了，所以不拖啊，不拖了。好，那就只好喝苦茶了，好不好？来，苦茶来，苦茶来了。哦呦，哎，我闻一下，闻一下。哦，这个不是一般的苦茶吧？加好苦哦，加粉吧。他就是没有了，我们他就是去苦茶店买的啦。那黄莲，那大声喊出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Samsung Galaxy S9 Plus， 金色潮玩派对，潮玩排队，快来玩！你今天、明天、后天都有。对，对，我打啦，我打啦，干杯！棉花糖！哎，兄弟，棉花水啊！棉花糖，把它打开！棉花糖，打开！超苦的！风姐在直播，风姐在直播，风姐在直播，风姐在直播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也非常适合用超慢动作摄影哦，看风姐有多怪。哎，他已经把整个苦茶喝完了，我只能说他是史上最敬业。你要喝水吗？嗯。哎，棉花糖吐出来一点，喝点水好了，好不好？不然塞太满了。你想要怎么样？等它融化，等它融化，等它融化。好，反正今天就是呢，带了两个网帅来体验这个潮玩派对啦。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呢，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我们都会在这个 ATP 广场 Samsung Galaxy S9 Plus 的金色潮玩派对，2点到晚上10点，你就可以来体验，例如说网美拍照区、虚拟人偶，还有超暗房。然后呢，整个挑战完，帮你盖章之后呢，你除了可以拿到 KK Bus 的体验区啊，还有机会拿到棉花糖，还有超大双喇叭，非常好玩，你就来玩。好，然后呢？哦，好累哦，反正就个人行程版的，等下5点我们还是会有明星键盘手的直播，会有熊熊，还有疯女人，所以等下5点可以继续看星光云哦，大家快点来玩，拜拜。哎，你好了那么快？吃完了啊。